今日都睇翻 YouTube， 當時港台啊，港台都製作咗幾集節目去講八三一事件嘅，都未下架嘅呢啲節目，好彩。但係唔知第時會唔會阿李伯全可能會要下架啦呢啲節目，所以依家我哋仲有丁點嘅自由咧，都應該繼續去獻花啊、收花或者繼續去分享翻、share 翻當年嗰啲新聞片段咯，去提醒翻呢件事係未完嘅咯。多謝你林兆斌。好。